短途賽，大熱暫時係三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內欄位置係精選威啦，中間咧就起眼光啦，第四位粉紅眼罩迎落啦，後邊嗰四匹啦，光輝所願就紅衫啦，紫色衫尾衫係閃電啊，後邊兩匹六支內欄暫時電後咧就嗰只精明選擇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咯，前面咧就精選威大宇宙動力第二位，起眼光埋邊第三，出邊第四，仲有粉紅眼罩嘅迎落啊，後邊嗰四隻啦，光輝所願閃電啦，肯定掟大外檔啦，係六支啊，內欄包咗落。咩係精明選擇嚟㗎？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精選威拋嚟三個身位啊！宇宙動力就喺呢個第二位，埋邊起眼光，出邊有迎落啊！大外檔六支呢個時候追上嚟啦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咁啊精選威拋甩後邊嘅對手最少啊，有三個馬位，宇宙動力仲喺第二位，喺個馬林中間衝上嚟就光輝所願，接近終點，精選威贏馬，跑第二名咧係光輝所願啊，宇宙動力第三，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係埋邊嗰只起眼光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精選威咁啊養得翻，都係擺咗喺前面走，大勝翻嚟添啊！出陣唔係好爽喎，光輝所願啊衝翻個第二，宇宙動力啊跟住個第二位，咁啊過終點啊跑第三，第四名埋邊嗰只起眼嗰個機會似乎高過。